英国伦敦的一家公司发明了一种芯片，可以将它植入顾客的皮肤之下，只需要轻轻一挥手就可以轻松地完成购物。这个芯片的售价呢，仅为199欧元，重量不到一克，而且具有生物的相容性，可以放在体内，不会与人体细胞发生反应。据媒体报道呢，目前已经有4000人植入了这个支付的芯片。可能以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过去只有在电影中才能够看到的黑科技照进现实，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技术等等都在飞速的发展。它们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未来呢？相伴而来的伦理问题又应该如何应对呢？What worries me is not implanting chips in people's mind. What worries me is things like the ability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o monitor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and build the most extreme totalitarian system that we've ever seen. So if there is such a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a chip that can be implanted safely into our brain, for example, into our children's brain, so that they will, you know, be much quicker in learning, much stronger in memorizing, in calculation. Would you recommend them to do so philosophically? If we don't understand the brain and the mind when we start to try these manipulations,The result might be that instead of upgrading humans, we will actually downgrade them. You change one thing, it has so many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So I would say, first let us understand ourselves deeply, then let's start and think about all kinds of upgrades. 那我想问问段教授和这个刘院长哈，你们会推荐给年轻人或者自己的孩子来安装这样的芯片吗？可能我也不会特别的去推荐。对于知识的掌握，它不是完全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智能的这样一个输入和输出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呢，可能人他的智能是多元的。并且呢，如果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即便是在智能的某些方面有所获取的话，他也可能会丧失了他的学习的这样一种乐趣和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的这样一些个历练。你要想让我给我儿子要装这个呢，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 no。但是呢，就我个人而言，我有可能会选择接受因为你这么大胆。因为我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读书这个效率太低，每一次能记住的这个比例要在逐渐的下降所以我一个读书现在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个很繁重的脑力劳动所以我希望呢，如果有这样一个技术，我倒是想这个冒险去尝试。雅琴呢，我知道你的这个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哈，你一定看到年轻人在这个读书的时候是多么的辛苦，要付出多少的努力。如果能够让他们轻松一点，你愿意让他们在头脑里装一个 chip 吗？我不会愿意。我儿子昨天这个毕业，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看到这么多这个优秀的小孩，很重要一点就是由于他们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以后用脑机接口放这个植入芯片，然后做基因的编辑，把每个小孩都变得所谓的最聪明，最漂亮，最优秀，我们这世界其实缺少了它的多样性，缺少它的精彩。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多元的世界的。